敏感，就商量好了以后，教育完我就让我出来了，说他俩是防卫过当。那你为什么砸我们玻璃呢？不，这说话话就长了。我吧去一家保安公司去应聘，他一看我这头上扒了就不要我了，不要我之后那个我就遇见一个人。求求你了，你让我进去行吗？不行。不是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不，我找个活干保安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？我们这儿不要。你别管了，干保安啊？会打架吗？打架不会。不会啊？不，你要是正当理由给钱就会。行，上楼给我。哎，你还别说呀，一看你这刀疤，你还真是个人才。有这刀疤挺招人喜欢。别提这刀没刀疤了，到哪儿都刀不着活。那他们没发现你是个人才啊，没有看你的优势。这么着吧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干，当我的私人保镖，管吃管住，每月还开份工资。我行吗？没问题呀、啊，啊，那行，我跟你干。行，哎，你坐着坐着。哎，你看这个啊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惦记啊把它给收回来。怎么样，帮我想想办法？那这房子真是你的吗？当然是我的了。是你的，你去要回来就完了呗。这房子我租给别人，还没到期呢。我是想让你啊帮我想想办法，给他们添堵添恶心，让他们干不下去。怎么样？就是捣乱是吧？对，事成之后啊。给我五百。什么500？5000。5000？哎，那我干了。就这么定了。干。你看没有他这样。典型的见钱忘义、重钱轻友、唯利是图的家伙就是这种。反正所有的坏事都能用你身上，不糟蹋，一点都不糟蹋，不糟蹋。别说我了，我脸都红了。我看，你看，那是冻的，你那皮儿没那么薄，露出色儿。喝点汤就不红。你歇了吧啊！我还是先红点吧。我，你看你那个样子，卑鄙小人。凭什么砸人家玻璃？你到桌面上跟人谈判，两方见面不行吗？我怕再给剁成肉馅。呸！就你这样还私人保镖呢？一点都不像，除了脑门那道印儿还有点意思以外，其他的浑身上下没有像保镖的地方。你吃饭能不能不出声？喝个汤行吗？给你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要不要？一要，以后那就不许砸玻璃，也不许砸别人的玻璃，而且还得帮助我们跟你老板一块谈判。那不行，我现在是人家的人。你是谁的人？是人家老板的人。等会儿给110打个电话，通知这儿一老板的人。啊！别打！那谁的人？现在是你们的人。人气儿很旺。吃早点了，来了，吃。嗯，吃了吗？我吃。二哥，嗯，您拿的什么呀？想看看吗？嗯。让你们挨个看一下。问。嗯。吃不香。借跪地啊，一席之地。我简单说两句，你们吃。同志们、朋友们以及我的工友们，爱心捐款现在开始。Thank you.
人呢？上面呢？怎么让人上去了？我不想着看他开车进来，我这下车这场面吗？上去怎么看啊？他要上去，就是你们俩笨呐！快给我叫！哎，是能那么喊听得见吗？那么高的楼，想办法呀！我去叫，跟上去叫去。笨的没法说你，这车不白租了吗？花那么多钱就为这一下，那他上去，我想办法。是师傅，稍等一会儿啊，我马上就下来啊，两分钟。哎，大哥，您快着点，我这着急结婚呢，好几十桌客人等着呢。对对对，快着点，大哥。对不起，马上，我先给你三鞠躬啊，一会儿上马。行，哎，马上。大哥，这车坐真舒服，你看开起来多稳。怎么走了？白租了。就是你小子办的事还得大傻子，我没让他走。什么你没让他走？那你让他上边干嘛？他在底下等着多。待会儿再跟你算账。火箭出。小姐。哟，哎，你好，偷走吧。对。哎呀，恭贺您大驾多时了啊！行，哎，不下去。这位是我的朋友小邓先生。哦，你好，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花了一点点呢、我那个车子不方便，太长了，你知道吗？11米多长的。哦，是，跟那大一路似的。对，那个车长很长，经常是这个绿灯过去，那红灯已经变过来了，我车还没有过去。这都哪里堵堵车？请坐，冯总啊，太遗憾了，没有看到。冯总，来，那个车挺好的。哎，这个认识啊？哎，那个小陈，走，我都把菜给点好了，您看满意吧？很丰盛，不错。咱们还有两道硬菜，龙虾鲍鱼，怎么样？哎呀，麻烦了。什么？麻烦？不是说麻烦，是说，就说吃海鲜那个过程比较麻烦，你还吃进来要吐出去，还要都是皮，还弄到一手。我吃皮皮虾的时候，哎，太麻烦了。冯总啊，这个小伙子刚跟着我。跟我说没吃过鲍鱼，啊，真没吃过。没关系，啊，还没有上来，一会儿给他点一只哈。不是，我也没吃过，我真没吃过。我是啊，冯总啊，还是一人一个好啊。我们不吃，给他们吃不行了。对，又不贵，才1000多块钱一个。1000多？是啊。一只是吧？好，看，那咱们上菜啊！先上，上菜啊！先生们您好，上菜了。龙虾刺身。龙虾。三文鱼刺身。洋葱素炒银虾。青葱花蟹。怎么样，冯总，还满意吧？满意，非常满意。那就请用吧。好，请用吧。用吧。来，好。小红早，干嘛呢？发什么呆呢？哦，静哲姐。啊。哎，幸亏你来晚了，要不然啊，二哥最少也得让你捐200。二哥怎么了？说是帮什么那个心理诊所办事儿，帮他们办事儿，干嘛让大家捐钱呢？谁知道啊，反正啊，他是把我那200块钱已经花出去了，估计现在啊正拿大伙钱请人家吃饭呢。哎，不错，吃得很好。谢谢崔总，吃得很舒服。哎呀，冯总是做什么生意啊？啊，我们这个厂子主要是。这个，哎，想，哎，不好，别把菜汁溅身上，还得脱。这还脱吗？啊，我们厂子做服装生意，大的服装加工厂啊，加工很多贴牌的这种服装出口转内销啊。以后布料可以从你那里进啊，合作啊。冯先生，非常抱歉的，我们不生产布料，我们是生产纸张的啊，咱俩完全不挨。
这个纸张也挺好啊，纸张也好哈、啊，纸张，啊，我们还开了个杂志社，印个杂志很畅销的那个，那纸张杂志社下面有个什么厂印印杂志的那个厂的啊，按理说应该是印刷厂，对对对，印刷厂，印刷厂，哇，业务还不是你忙。不是你怎么走了呢？我知道你家常的，家常的200块钱也够了。不是，我知道你婚礼婚车，你赶婚礼去，你出去打电话，出去打电话啊！忙业务的事情，出去。哎，不是，那200块钱咱说的来。出去。孙先生，没什么事，让我先走一步。哎，别，还有个事，重要的事向你跟你讲一下。我有一个小妹妹，啊，开了个心理诊所，说那个房子是从你们那里租的。有没有？有过吧？哎，能不能跟他续签一下？多签几年，以后生意上我可以关照你嘛，能给你刷厂啊、服装厂，可以给你做生意。对不起，冯先生，这个忙我帮不上。哎，去叫，不着急吧？哎，酒还没有喝完，哎呀，再去坐一起聊聊天吧，好朋友干什么？啊？哎，冯先生，以后出来呀，把这商标拽了，再出来。不是啊，还有呢，您出来的时候把这裤子签上边，挽进去。这样好一些啊！我先走就走了啊！哎，你还吃？走吧。啊，嗯，问那个，他们结账啊？不是账，嘿，他们都走了，剩这么多菜，咱拿回去，咱遮罗。你看你下头，咱煮方便面吃。你好，您的费用是7800元。7800，嗯。带着卡吗？卡刷一下。什么？你那卡？你别开玩笑了，卡刷卡行吗？可以。刷什么卡呀？刷你那卡呀？我这没卡。不是他们结账，他们都走了，没看见吗？那你给他们叫回来呀。哎，二哥，你怎么了？多少？这一时半会儿我上哪凑这么多？啊，卡有，能透支。好，你等着，我给你送过去啊。哎，哎，你们能不能先出去？没吃完的也跑不了，啊。别吃了，你身上有没有钱？先掏出一点来，我一点都没有。我也没钱啊，不可能！我了解你想的，肯定带备份的出来。你看这儿，屁都。哎，什么？肯定带。我说没有，有点算点，先垫着，待会儿再说。二哥，那我进货的钱。进什么货？刚才你吃鲍鱼的时候怎么不想想？两头鲍鱼都让你吃了，你看我这盘子是空的，你那都是满的。不，那你喝口汤。汤都没。二哥，你喝两口汤，喝。二哥。哎呦，哎，来，送钱的来了，别闹了，干什么？给他们这好几个人，给，把这现金什么拿的，都算一块啊！完了，给我开一张发票啊！你有地儿报销去？报我什么销？我让他们上点税，吃这么贵，就是这个京城，对不起啊！没事，等我们俩这个衣服一退了，都能退出钱来，别送身上了，啊？没事。就我们是你吗？鲍鱼的没吃过是怎么着？这回吃过了，俩。那走吧。让他给吃干净了，全给我吃了，把那些汤都给我喝了。服务员，打包。真是笑死人了！他没钱买单，把你给弄过去了。小声点儿，别让你二哥听见了。他可是好面的主。江哲呀，二子用你多少钱，全从我这儿拿吧，啊。不用，不用，回头再让二哥知道了，他肯定不理我了就。嘿，你倒是处处为二子着想哈啊！三婶儿，当然了嘛，金哲姐和我二哥什么关系啊？别瞎说，金哲，看这意思，一时半会儿的，你这钱二子是还不上了。我看这么着吧，你先从我这儿啊，把你后半年的工资。领回去还银行，成是套利息了。别！哎，来什么？这里别，给来，拿着啊，拿着啊，拿着，听我。你看看，你弄的这个，吃饭就吃饭吧，留什么哈喇子呀？你看这菜汁撒的这怎么退去？你跟怎么跟人说？爆汁儿，
报个屁报纸，你就搁头报一阵，人家也不给你退啊。你那件不是也没退吗？我那是故意的，我不想退。我比你们俩还倒霉，我还没进公司呢，就给我辞了。我现在失业了。你那不叫失业，你那叫逃脱苦海，走向星岸。你那请我们俩吃饭才对。我哪有二哥电话。喂，二哥，谢谢你啊，保证是我看了，我心里踏实多了。我想以后啊，再也不会有人砸我们家玻璃了。玻璃也不能大意啊！谁也不敢保证这姓崔的会不会再想出更什么邪恶的招来坑害你。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，只想珍惜现在的每一天。毕竟这个诊所是我的心血呀。放心吧，我一定能帮你保护好心理诊所。谢谢你，二哥，拜拜。再见。我一定想办法帮他保护住心理诊所。你的保证书罗医生已经看过了，听见了吗？我一定想办法帮他保护住心理诊所，明白吗？我真没钱了，我把进货的钱都给你了，我明儿都没水果卖了。哎呀，你这辈子，我说灯泡，除了卖水果，还有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？就天到晚水果。哎，我忽然想到一个好的方案，我就从你的脑袋上刀疤想起来了。好啊，好刀。我真不高兴了，老拿我脑袋说事儿。什么高兴不高兴的？哎，你们说啊，这崔总一直老想找保镖，找保镖，就说明他心里怕事儿啊。我有一个伟大的计划浮现在我脑海里边。过，明天。刚才我说的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声音不够洪亮，清楚了。哎，就得这样，气势上压倒对方。二总，你看我一个女孩能不去吗？必须去，多一个人多一份胆量。不，你也害怕？本来你没来之前我害怕，你来我就不害怕。你看你脑袋上挨那么多刀都没什么事，结实。你们记住了，待会儿万一发生情况，就把他推出去。你把脑袋一伸，我们大伙儿都安全了。那我还是别去了。必须去，你们俩负责架着他啊。还有什么意见吗？那我为什么没有他们这件衣裳呢？你是便衣，掩护的，懂吗？我打车去。来，不能打车，公交车，出发。不，这是忽悠。又一宿没睡啊？来，把奶喝了。喝着。不行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喝，我得赶紧睡会儿。都几点了，不上班呐？哎呦妈，你怎么比我们老板还狠呢？我为了茶室的事儿都琢磨一晚上了，还上班呢。我不问他要加班费就算不错的。那就赶紧睡觉吧。快点，先睡觉去。来，快睡觉去。哎呀！都是自己人。这里吧。崔医生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这不真宽敞啊？哎，你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不怕。二位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房子续约的事。打扰了，打扰了，请坐，请坐。哟，这不是昨天请我吃鲍鱼那老板吗？哎，别动手行吗？别跟我提鲍鱼啊，提起来我全是眼泪。
哎，有水没有啊？有啊，在冰箱里。还有冰箱。二哥，嗯，给你，你喝吗？我喝。也是，我告诉你，就这高糖的东西以后少喝，喝多了啊，就跟我似的，这高糖。孙先生，嗯，其实只要把房子续了约，我们马上走人。什么房子呀？你说什么？想不起来了。你有一个房子租给心理诊所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合同没到期呢，你提前收回，你也应该记得吧？啊？哎呀，二位啊，我们原来好像不认识啊。跟我们来这一套啊？行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哎，人呢？小红，小红，小魏，小四儿，三婶，走，三婶，人呢？哦，刚才二哥来电话说借宜兴居的人去一上午办点事儿。那今儿有结婚的，啊，让咱宜兴居的去给办喜宴？不像是。那这都到饭点了，这人都没了，你说，咱俩也忙不过来呀。我先去忙活了啊！你说这都干嘛去了？你说，哼，不干什么，就是在这一起跟你喝喝茶，聊聊天，上上网，这儿还有网呢 ，Internet， 上上网看看。耍赖是吧？这不叫赖皮，再说赖皮是你先赖的皮呀、啊！好好的房子没到期，你凭什么收回去？我们这回就让你尝尝什么叫赖皮，赖皮的滋味。没错，来干干。行。干什么呢？行。保安，报110，说有人在我办公室捣乱。啊。哼，报警是吧？我们不害怕。不怕是吧？不怕，伸张正义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你们就在这等着。啊，我还有事儿，就不奉陪了啊，拜拜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怎么回事？还要限制我人身自由吗？我们不限制，我们懂法，不会限制。那就好，嗯，二位不陪了啊，拜拜。二哥，人家都报警了，这警察一来，咱可麻烦了，咱还是赶紧跑吧。你看你那点出息，怕什么怕？有我在呢。再说也不能说跑了，特跑。哎哎，你等我一会儿啊！哎哎，惊蛰啊，你先忙着啊，我叫丁香去，让他过来帮忙。赶紧起，赶紧起！哎，前边忙的过来了，去帮帮我的忙。干嘛呀？什么干嘛呀？前边那忙的要命，人特多，快来，快起，快起，快起，帮忙去！是有小红他们的吗？他们全让你二哥叫走了。哎呀，这二哥怎么这么不靠谱啊？真是的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啥？啊，那个，来了来了，不用我了啊！不是不是，就我一个人回来了。他们呢？他们被派出所带走了，正接受教育呢。派出所？是啊。太悬了，今天。二哥，我今天叫你一声二哥，要不是你，这事儿还真压不下。逢凶化吉，其实我心里也一身一身的冷汗出来。没看出来，二哥，嗯，你行啊你，跟警察聊天聊得开心吗？高兴，警察可喜欢听数来宝了，全让我给说乐了。你倒是高兴啊，我可给你当了一天的服务员啊，我包了30根大葱，2辫子蒜，哎，你闻闻这手啊，这手到现在还有蒜味呢。你听听，你听听。
普通劳动民出身，居然嫌弃大葱和蒜的味儿。你身上就是葱和蒜的味儿太少了，你资产阶级臭思想。喂，好，我马上就到。谁？你吓死我！你别跟着瞎掺和，去厨房里帮着干干活啊！我出去办大事。什么事儿把我叫到这儿来？有急事吗？没什么事儿，我今天就想跟你聊聊天。聊天？今天房东找我了，他跟我说，不管我在耍任何的花招，花招，他都不会再把房子租给我了，除非我一下交齐五年的房租。谢谢你，二哥，我真的很谢谢你。你能把肩膀借我用一下吗？肩膀？我一个人打拼了这么多年，一直想找一个依靠。今天我感觉我真的找到了。我以为你们女强人不会这样的。好了，没事了，我要走了。哎，不是刚开始怎么就结束了？其实我今天就是想告诉你，我要搬家了，而且以后再也不开心理诊所了。多好看的夜景！嗯嗯，漂亮。你一个人。好好欣赏。好。还我欣赏他干嘛？这大冷天的。我说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进来行吗？打扰一下。进来吧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我一人来的。我对前两次我的举动表示歉意，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了。你还有什么招？我就想跟大哥好好说说，推心置腹的谈一谈，让大哥帮个忙。您看，您这往这一坐就是一大老板，您帮我。这，你就站着说。可怜那个女大夫，不容易，大学毕业生，学了好几年，毕业人弄一心理诊所，那孩子正是创业的时候，手头资金也不富裕。行，你就别啰嗦了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一次性交五年的房租，我就不收拾回这房子了啊！哥，哪能交得起五年？交得起五年就不这么费劲了。您想想，那孩子是个女孩，咱们是男同志，对女同志稍微高抬贵手，帮人一下，人能记您一辈子好。您是老板，人就是一个小大夫。您看您这家大业大，也不在乎那5万块钱，那五年的。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在这儿上班啊？啊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没干嘛，我跟我大哥推心置腹呢。那你怎么跪那儿啊？没跪。底下，这是啊，他是我二哥。啊，是你二哥？大哥，真是你二哥？你真是我大哥呀！二哥哪能？哎呀，站起来，二哥！哎呀，一家人呢！哎呀，大哥，是丁香的二哥，也就我二哥了。好，说好说，坐这儿。别这样啊！谢谢你啊，二哥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真的，我真的谢谢你。谢谢你让我的希望可以继续下去。其实人就是在希望中活着嘛，没有希望就瞎灭了，啊，那这理有点太大，你知道吧？
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报啊！二哥，这边都准备好了。哎，嗯，都准备好了，请吧。哦，没问题了，来，祝贺你啊！谢谢谢谢，诊所生意兴隆啊！来来来，定下来，来来来，定下来。来，干杯吧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崔总。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一步了，今天。哎哎，别走啊，一块儿吃个饭，热闹一下，说了吃完饭再走。不了不了，晚上啊，大铁楼老板啊，拉你们还找我有事儿呢啊。哎，二哥啊，有事去找我啊。好，冰箱的二哥就是我的二哥，没说的啊。走了，二哥。哎哎哎。哎哎，那我现在就有个小事儿。不是，你还真有事儿啊？有个小事儿是吧？我这有张餐费的发票，你帮我一下行吗？餐费？嗯，就咱们上次一块儿吃饭那次，你点特多菜那次。哈，我想起来，想起来了。哎，丁香，回去拿了报了，来我那儿啊。没事呢。哎，这回京城的钱能还上吗？啊，你这是借的呀？啊，不是那个贷款。真行啊！拿住了啊！二叔，彩铃忙着呢。哎呀，二哥，行啊。哎，什么人都进的，这是？是我刚进的，美国大蛇国。怎么又进这个呀？跟你说多少次了，我不爱吃这种苹果，我爱吃那种富士那种，嘎巴一口特脆那种。那你的口味那是，你说那跟排叉似的，那都没水分，干了吧唧，吃的人少，卖不动。不懂。过来给你上上课啊！你看这个叫什么呀？爱吃的人少是一个好事，爱吃的人少，因为卖的人少，卖的人少对你商家更是好事，市场竞争小，这是一种新的消费上的理念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跟你说这话也白搭，这都是美国那种 NBA 企业管理方面的书籍中介绍的，那叫 MBA， 别不懂了 ，NBA 是打篮球的。你就甭管什么 BA 了，完全属于学术上的事儿，你懂吗？那没人吃，你说我买了上商业就得出。买蛇丸。嘿，这还有看的吗？想吃吗？嘿，进口的你进来了？什么进口的？挺好玩的，来。嘿嘿，我就进口。来尝尝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这弄啥来？你这孩子这有一个就够了，这不能多吃啊！一吃多啊，他就吃馋了。你哎，嗯，我这进口的，至于吗？一苹果，我倒是还你钱。哎，你这没什么事，跟我走一趟，我得看摊呢。彩铃在这儿呢，不是？你还看什么？走，跟我出去了。那彩铃，你看好了啊！走、哎，跟你说。啊哎，别他妈的劲儿！哎，老板，来两碗牛肉面，宽条的啊，肉都放开。再来五根油条啊！不要。好嘞。吃的油条？油怎么？油条那东西不能吃，都是地沟油炸的。照你那么说，拉面也不能吃。你知道拉面那面条为什么那么筋道吗？嗯。那里边搁了好多的。你小点，到时候里面那擀面杖出来把你给擀了。哎，大哥，哎，你帮帮俺们吧。哎，这不吃苹果那爷俩吗？你就帮忙。不是，哎，不是饿了吗？这容易，再来两碗拉面，给这俩人。看，看，没事。哎呀，大哥，我们饿是饿了呀，可是我求你这事儿啊，可比吃拉面重要的多了。不是，你别着急，你慢慢说怎么回事。我想把这孩子送给你，中不？啊，儿子，快叫爹。爹，哎，别，什么就成爹了，这个。小红，哎，大婶，怎么二总呢？二总一大早就出去了。嗯，小魏，哎，大婶，你说，哎，你们二总教你们那个练的怎么样了？我们练的不错。哎，小三儿，来，旺仔，小红，来，咱们呀给三婶来一遍啊，开始。来你那里边请。就是你们二总教你们的，是、啊、二总让我们这么练的。练吧啊，好好练。你们二总还得检查呢，我告诉你啊。好嘞。喂。
慢点吃，老哥，慢。哎呀，这是洗脸呢还是吃面呢？慢点。谢谢大哥。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就是这么回事啊，这老贾这不少喜来了，说我老婆死了，这不啊，我得回去给他处理后事，我想把这孩子啊临时托付一个好人家，想给我代养一下。带他回去呢，这路上还得多一张车票，还得花钱呀。对对对，那怎么才能算好人家？哎呀呀，大哥，您这就是好人家呀！我这能看出来是好人吗？一喊就是好人嘛。嗯，那你就是说需要钱是吧？哎呀，是啊，孩子他娘啊，他尸体还在家躺着呢，火葬得花钱呀。多少钱？500块啊。500块料理你老婆的事儿是吧？是是啊。干嘛？听没听见人说什么呀？我一跟你出来我就倒霉，我救人一命，救什么命？都死了还救活人呢？再挤死一个不就成两条了吗？献点爱心，有人想献爱心还找不着机会呢，这是咱俩的福气，快掏去。别点了，就这点钱，我就这350，我这上货的钱，给你50留着，我这还有点，我也留50，500，大哥，赶紧回家把家里后事料理了啊，带孩子回去，别说别的，大哥，来认的，谢谢个认的，不用，柱子，快跟你爹磕头，哎。哎，别，哎呦，去，哎呦，大老哥，这什么叫磕头呢？还坐着吃饭，吃。不是这孩子是你亲生的吗？你就让他叫别人爹？是亲生的，绝对是亲生的，咋咱骨头连着筋呀？那你说我们俩这光棍，你让我们俩给带孩子，这不现实的。大哥呀，这光棍啊，你更应该弄个孩子养老啊。这孩子再过个3年5载啊，就是一个小伙子了，他就能给你往家挣钱了。行了啊，你还是留着啊，给你往家挣钱吧啊，你自己养着吧。这孩子没病吧？没病，绝对没病。哎，大冬天穿一身单衣服，也不会生病。你把他领回家呀，就让他住在当院，也不碍事的。睡当院干嘛？齁冷呢。啊，没事儿，他怕热。怕热，那也不能睡当院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样人我可见多了，你别就让他缠上你啊！你让他赶快拿钱带孩子走，这钱也给人可怜的，你也别吃了，就几天的时间，来结账，快给你结账。我们这都是整的，没零钱，50，你结吧。行了，哎，我跟大哥，哎，恩人，别走啊，恩人。刚才多亏了我吧，要不他们爷俩就缠上你了。我觉得还是挺对不起二柱子他爹的。有什么可对不起的呀？对不起是那双信任的眼神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还真想把那孩子留下？我可告诉你，那是一辈子一张嘴。哎，嘴倒无所谓，我们家开饭馆的，饭菜这都管够。我原本想啊，进货剩了点钱，我们买双耐克。你看现在就剩这么点了。我看多少？40呢？不是，给你20。那我穿20，你穿耐克根本不合适，你知道吗？你那脚大又肥，你还弄俩别克，你没事。别胡说八道。看什么呀？哎，还，哎，你爸呢？上火车站了。你一直在这儿呢？你怎么不跟他去啊？他说没有我的火车票钱。哎，那你在这儿干嘛？你快去找你爸去。这伙人，孩子笑，来过。这先进屋里，不是二哥，来呀你妹！干什么？吓死人了！你快退了！看什么看？给我拿个饮料，给孩子，快坐。哎呀，想吃什么跟我说啊？想喝什么随便来啊！哎。待会儿你们爷俩看电影去，我出钱。谁们爷俩？你们爷俩还什么爷俩？胡说八道！什么胡说八道？去院里玩吧，去玩去啊！饿了就过来啊！哎，你真脏。
这孩子长得挺像你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想把这孩子往我这推。哎，你别嗨，你怎么说什么就把这给孩子的？你吃了我多少苹果呢？就吃苹果跟吃核桃。这孩子哪来的呀？孩子，这孩子啊。我说院里跟虎子玩的那孩子。那孩子。问他，嗨，怎么就问我了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弄一孩子，你别往我身上推，你就往右我这孩子。行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路上遇见的，他爸爸看见我以后，觉得我这人慈眉善目，和蔼可亲，把孩子就托付给我了。这么说你就踏实了吧？实事求是，没把你把他带回来，你养着。还怎么着？你屁股后边天天跟一个，我天天领一个就不行吗？你有人给你养老送终了，我以后下半辈子就指望这孩子了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。你这怎么了？哎，可是，哎，怎么什么情况？怎么了这是啊？怎么了？干什么？他掐我！他为什么掐你啊？不知道，你掐你哪儿了啊？掐我这儿了。哎呦，我说这小孩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哎，你先搞清楚怎么回事，他为什么掐你？你肯定有原因吧？他怎么不掐我？他怎么不掐灯泡叔叔？我们俩这么多肉都不掐，是不是跟你抢球来的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说话呢你？啊，二哥，你看二哥捡孩子真是的，哪儿捡的？